请看。行啊，反正没了啊，我就清菜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要什么啦？啊，走啊，要行啊。上尾个位啊，要行对，好行行一对啊。我要行。要行台北呢啊。要行开屏。要行屏东呢啊。马吉啦，上尾个位。青菜。都会播上去啦。来，我先讲哦。干杯！怎么拿这个啦？最后五个客人，你啊，奖品大奖卖无够啦！真的啦，我们昨天新打港卖十箱啦，卖十箱啊！我说我们真的也很累啦，五六日就是前三天，早上一场，下午一场。我讲实在，我今仔日嘛做想要休困，啊，不过遮足多人客，遮足一千份呢，我真正搁走出来。啊，再我先讲，这下天热，我就无讲天啊，恁钱给我。一千多块，一千块，大家可能会惊哦。我就好啦，我拍开啊。讲实在，我没跟恁骗钱啊，我们不会骗你们钱。哦，来我家，我没跟恁骗钱。哦，啊，我们卖的东西都是保证有信用的。我稍微给你们看啊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你唔妈买过，这叫做干杯。哦，我讲过啊，过年阮就是爱食较好的，大家真正拢足辛苦的。啊、哦，辛苦一整年啦、啊，过年这一个日子，这一段日子，大家食较好的。这个做干杯，卖快呀呢！啊、哦，不要看到这样，这是假干杯哦，不是组合杯。假干杯啊！等起要蒸、要烘、要吹、要煮汤、煮菜哩。但是我先讲哦，哦，有些人不会料理，我也要跟你们介绍一下。回去你若是要用蒸的，卖用出来的沙拉油，无对味。你等起完了，用奶油、用橄榄油来去蒸，足香足好吃。这是假干杯，才开一丝一丝。阮这固定化清啊，上尾五个人客，一千二啊，一千块，我三个，上尾五个，上尾五个啊，我这就提出来，我没跟恁骗钱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要求啊，除了那五个以外，剩下的没有一千块的举手。哎、欸、阿水，有提钱无？阮阿水啊，来啊，上。阿姐无钱啊。上外口迄个啊，阮阿水啊。阿姐啊，新来啊。来啦。量啊！说实在，我安尼又无赚啊，安尼就了钱啊，好啦。我行了，我跟你讲，好啦，凊彩啦，讲就讲啦，话就话啊，啊，物件嘛提出来啦，啊，要不要真的随便你们的啦，真的也随便你们。啊，说真的，随便你们，我先讲哦，看好不是看卖，当看好的。二四六，反正十个人客啊，上尾五个，谢谢大家。讲实在啊，安尼柜台连阮嘛买无啊。上尾五个，一千二，一千块，一千块啊！这阮家无大，做袂到啊。我爱叫阿上场呀。笑伊啊，哦。昨天应该有十包吧？有啦，超贵啦，上个。真的、啊，这几项卖你几十块啊，你还要考虑啊？上好钱啊！来，姐姐。来，我三个，我三个，我这三个啊。上尾四个啊，感谢恁啊！啊，我讲实在，过年对家己较好，阮无常常咧花安尼啊。今仔日是最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阮无想要炸回回去表恁的，上尾四个，一千六啊，一千块，冲啊啦，你哦！拢可以啦，我几岁啊？真爱算啊！在十七岁左右啊。二十岁。啊，抢两倍啊！小鱼金刷嘞，这我只要赚一两百啊。这人个两倍，金刷伊，几把装起一千块，一千块。一千块啊、哦！这人外口台好青菜一只，看看两把。这堆啊！鱼啊，肉类啊，哈，鱼啊，肉类，什么拢有啊，哈，鱼啊，肉类，什么拢有啊，都给你们了，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回家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啊、哦，真的也感谢你们一年来的支持，希望今年一样继续支持我们。啊、哦，来了。要求哦。没有了，啊、哦，没有了。哦，这一只也无可能高铁啊！我一只，无可能高铁啊！高铁来，阮只啊，再卖讲百多听啊！阮只回去会好啊！我今日薪水拢给你啦！
一千啊！上半节无啊！最好你刚刚来拿一千块来包了呀！上半节啊！今日包落呀！你笑伊啊！你都唔紧啊！OK 啊！你加票啊？唔加票？凊彩啦！伊讲的，伊讲的好啊！伊讲的好啊！一台车交了四五百块啊！上半节无啊！今日这堆啊，这堆好钱！哎呀！上半节啊！好死的！上半节，紧的啊！哦，这恁当的条件，卖几十块啊，尔嘞！上半节无啦，哈，最后一个没了。美女，上半节条钱的啦。死的！拜托！结哦，上半节。好啦，包啦，包啦。上半节，啊对，来大包来，大包。上半节的先。来，说真的，这个你们外面买得到一千块，哦。好，百块块。上半节是千啦，吼，这真辛苦了。这两包用。阿哥，我疼啊，敢无？啊，这个搞个。阿哥，我疼啊，敢无？好，无，我提前。对，阿你两只鱼啊？两只鱼啊，你不要那疼啊。啊，因为这里我。你用三斤的袋啊，疼啊。对啊。我落袋了呀，来，先提前两手。来，我要四个个，搞个什么？上半节啊。啊，这个是谁？这条就多了，就这样。这个你买到绝对赚到了哈！啊，这个我们不会每天这样喊，你放心啊。今日啊，真正是为着最后啊，啊，让大家开心，可以满满的满载而归了哈，满载而归。那我觉得都进去了。哎，跟你打工，跟你打。小马姐，一千块进来无啊？没在哦。有吗？拜托姐，小马姐啊！大哥姐，大哥姐啦！啊，那个，对，我还没结婚呢。我叫你来抓呀，好抓，哎，大叔叔姐。啊，我老大姐好啊，真好啊，跟我照顾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哎，了解是当然啦。都唔是吞口咧，爱吞沙，吞沙，内裤嘛无意啊，无去，其实内裤嘛无意啊，笑死！来，姐你们包我这边还有，哎，大了，哎，你那边是咪刚好降下？哦，不，来，帮我，我来，上传小鸟，线套，什么东西啊？小鸟毛线套。来，吴书记，有可以收钱的。拿钱的两手，拿钱的来端。好姐姐，好姐哥，好姐哥姐啊。哦吼，吉祥顺南三马吉。哦，我起来呀，满载而归了。太丑了，都弄一边了吧？哎，应该有多两只鱼啊。呀，我再饿的，老板，你还搞给龙虾嘞？加。哎，要不要快点？我饱了，要不要快点？哎，谁没拿到？来，头前大的。哎，大的来。哎，还够一个呢？我要四个啊。你还不是六个吗？我要饿的，好，来，上麦起来，上麦起来，一千块。你画饿的，上麦起来。小妹姐一千啊！各一条金币吧。各一条金币吧。小宝姐一千啦，拜托姐啦。小宝姐中起一千。这家送家外用呢。来，对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我加点鲑鱼啊。哦，鲑鱼哈，来，什么吃鲑鱼的？哦，阿叔啊，我爱谈得来哦，这料就最爱谈得来，想点鲑鱼的，谁点鲑鱼的？你啊。哦，我想说不敢沉了。这边两袋哦。你要五千。哎，想要吃鲑鱼，我先讲哦，加水的同款啊。我们一定都带漂亮、好切大块啊。啊，有刀砍无刀砍拢有。
对啊，姐姐，我先说，这个我们买来，伊是规只落去拆车，所以一定有度没度，啊，我一定拢会甲恁教做伙，免烦恼。美女，一千二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鲑鱼一千块，免烦恼。一袋来，两袋来，来三袋，来啊，一个人带两片来，一个人带三片。哦，有度没度都会帮你搭哈，不用担心，有度没度都会帮你搭。啊，来一个人炸四袋，讲实在啊，来啦，一个人炸五袋。这五袋跟恁花一千，人外口的行情，用磅的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凡是有招，找你几十块；凡是无招，安尼尔。假了，你有想要吃鲑鱼的，一千块，美女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来，一千啦！啊，一千块，卖给我花较少的啊！拜托姐，好不容易一千上去了，不要让我掉下来，要不然这片多送你啦。来啦，这袋够你啦，这袋够你啊！那袋有够无？来啦，规个安尼啊，这袋够你啊，这袋够你。大地啊！这个够你，一个人炸七地哦。讲实在，这七地看恁一千块，一地剩百三。恁人外口那是房屋，一个屋内买，真正包屋内买。来啦，这个够你，这个够你。新的一年，一个人八地，大家一路发，一千二。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阿姐啊，说真的啦，来我们这边真的不要再嫌多了，都过你了啦。我给你们万两万。对啊，好啦，阿仔也不要紧啦。我说真的，现在哦，打行龙去，尤其12月1号，哦，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这个关税调涨这种东西，进口的一定贵，啊，都微幅的调涨啦，黑鸭去上车，只要黑鸭去上车，不要紧啦。今天哦，我招小家庭呢，6个客人，6个人客，我招小家庭，6个人客，啊，我们尽力啊，我们做得到，我们尽力卖。一个人炸四袋，我先讲，无算你较贵哦。一个人炸四袋，一个人。